撑阳伞、喝水、扇扇子，排队人龙整整绕了五圈。为了抽中游戏中的梦幻宝物，手游玩家们不分男女，在艳阳下等上三个小时。那怎么会来这边？是有活动，天堂那个抽纸片的。排队排多久了？三小时。没抽到纸片的话，那你会想要什么东西？抽不到最好的卡片纸片，也要来等恶魔武器。游戏公司欢庆大改版，把虚拟世界搬上台北高雄，打造六米高的巨型宝箱 ，Crusher 扮成新职业，给玩家粉丝们互动拍照。业者在加码举办抽奖活动，要送给玩家们总价值破百万的奖品。现场也结合了 AR 科技，让玩家身临其境互动 PK。豆芽选择是双刀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究竟。豆芽呢跟大佑的 PK 谁会获胜？公仔冰淇淋现场发送，周末的实体活动寄出百万奖金，梦想虚宝成功吸引大批玩家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